不知道去哪，主要是没有路线，就没有想法。二楼，二楼，我操！二楼倒了，就脸上破枪，没了，我救不了，我真的。 就在我的窗户，阿彪，妈喷他去了，蓝天，在一楼，在我正脚下，在我正脚下，我干你！妈去哪了？我这，我靠，我这单位真的压不住啊！ 别的枪他早就死了。完了，先倒，先倒，先倒。我靠，兄弟！今天倒了一个，然后再围墙。二边有，二边。妈被困住了，我动不了了。 哎，跳下来一个，跳下来就倒了。对，应该是仓库。都补的。翻下去了，翻下去了。他那个阳好像是有个阳台那里，没在，没翻下去，他翻阳台。OK OK OK。 我打队友去了。 太倒了，太倒了！在里面呢。到我这边窗口。二楼，在二楼。对。我摁他。这个下来了。我操，这里好像翻下去一个。滴出来，滴出来，你这怎么办？啊！我点了 AD 血，有一个。哦，进来拿人了。 啊！我操，真是个恶心。